就是三块半。老婆你不让你下去，你下不开车。我不开车进的吗？都是中国人啊。咱们家。哎，这些人要回家好办法。上去几个？那如果这不有人打波的咋弄呢？他趟就不开了呀，娃脱水了就不开了呀。 这是先给俺这是做的呢，我们钱。你们这三个，三三三三。大工咱家。这加油了，加油了嘛，钱不让你用了。这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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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
这三个都可差的，这三个都是。那块，这是去的时候的，说完是短裤也再铺清大一点。这是穿的，我。这是穿的，给俺身体给，孩子换个。俺老虎，俺可白了。再有是你去中国，农民就是农村，农民都有养老保险了。 你这些个是你两天是几周的啥生意了？那你明天你娘的名字吃什么？那有不是有钱人跟你们家来的吗？在你那里来的吗？一到那个断腿啊，我那个心酸了。哎呀，周三去没三周家去没家嘛，家里周两去没两。哎，王虎，真的。 要你，你就要这愿意的，这愿意去。要愿意，更喜欢吃。孩儿，我太太给吃肚子好了，俺爹们在车站没得不对。哦，妈呀，我看见了。是吗？你。儿媳妇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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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媳妇，